第二题，使弹簧沿长度方向来回振动所产生的弹簧波，如右图所示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选项 A，AB 两点间的距离为一个波长。我们看到这图上面的 A 点是密布， B 点呢也是密布，从密布到密布之间的距离称为一个波长。选项 A 呢是对的。选项 B，A 点与 B 点来回振动一次的时间相同，这是同一个弹簧波，所以它们振动一次的时间，也就是所谓的周期是同一个，所以选项 B 呢也是对的。选项 C，AB 点之间的振动方向与能量的传递方向平行，我们晓得我们的波是向右边传播，所以我们能量也就是向右边传播，而我们的 AB 点都是左右振动，所以就表示两者之间是互相平行，选项 C 呢也是对的。选项 D， 当波向前传播时，弹簧也随波向前移动，这个是错的。这是我们跟各位强调过的重点，波在传播的时候会传递波形，会传递能量，但是不会传递介质，所以弹簧不会随波向前进。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 当波向前传播时，弹簧也随波向前移动。